早上好，我是今天的早安少女刘雨欣。我刚刚起床，你们起床了吗？其实禁足也很长一段时间了，最近一直都在紧张的训练。之前答应你们的三个承诺，又在努力的实现。你们觉得我长胖了吗？最近也有收到你们的来信，都有记在心里。训练的时候都带着你们，所以会感觉动力满满。那你们答应我的也一定要做到。好了，快去吃早餐吧，下次见。